他给他约了吗？无法实现的梦。哎呀，约就啊！酒杯是最好的安慰。哇，这老不行，不行，我能破。不行了，我要气了。寂寞是香烟的灰。我很嚣张。来，给这老夫子抓了！这么嚣张！哎，不错，有操作。这个老头铁哥笑了一整波。这个老头他怎么骗不出来技能的？这跟我的老头不一样啊！我老头面对韩信，他是酷酷被骗技能啊！哎，这有个上个镜，上个镜，镜头上一点。哎，他大闪我，救我，兄弟们，救我，救救我！哎，完了。救不了了，连地方都没了。哎，他脖子，我看过来看能不能救一下。我来了来了来了，老弟。哎，走了，老弟。伤害好高啊！是我的人头，这一套。我给自己喂脑门，怎么蒸发了呀？谁暴毙了？如今却远走高飞。不是，怎么会有人喜欢玩韩信这个英雄？很弱吧，铁灯自信起来，你这韩信真的很强的，建议多多匹配到兄弟们对面。没有了，是我很弱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是我很弱了。韩信这个英雄还是很强的。左左能跑的。对，我能跑。还有大吧？等这个镜大了结束就能杀了。我关。哎呀，我这一个技能，大招走，我一技能走，最后只能。没事，兄弟。啊？那是什么？那是秒你的人呢、啊？那是什么？伤害好高啊，这个菠萝。哎，这边推开我包了，朋友。怎么说？你说。不是谁没拉进去了？掉血呢？这个海月。他盾很厚的。哎呀，我。他盾很厚的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不走。哎。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哎呀，那海月，你怎么又把我拉进去？来来来，可以打，可以。哎，又卖错了。哎呀，无所谓，定会出手啊！不是，我要出手了。然后这个镜怎么上那边来了？好，下。咱们的车队真的稳，我就说嘛，我就跟我的实力就跟你们打能发挥出来，你跟青九阿三打真不行，真的。